我走了，想我不？我知道是想你，真心的想。是吧？弗兰多，弗兰多看着我就让我抱，看着就让我抱。真走啊！真走啊！一会儿走啊！拉倒，早点，明天走多。明天又得这点儿。不可能的，这都十完了，明天早点呗。十二点不中，更困，在车上起的早点，在外边起的更晚。在屋里起太晚，有时候起不来。妈呀，我这个太阳板上面瞧了这样。早上早上他这个箱子和这板，他就让我说不一样。糖饼也吃肉了，饺子也吃肉了，这炖菜也吃肉了，啥都吃肉了，还吃啥呀？正常。哎，我溜达转，没过两天没准还得回来呢。哎，我走了，有没有？现在走啊？现在就走。没。待会儿干啥去？没准哪天还溜达回来。拜拜，云朵，跟大大拜拜。给老大爷再见。你这拜拜，老大爷。太冷，云朵说太冷，我不伸手了。普拉多，拜拜。又让我抱来了，又让我抱来了，看着呜呀，还往个扶呢，还往个扶呢，树帐篷呀，鸡蛋饭，你们搁哪过来呀？我在这待快一个月了。不是哪过来的？我辽宁的，买了些速冻饺子，自己走，备点菜，我没买啥菜，就买了点速冻饺子，买了几个土豆，然后买了几个鸡蛋，自己吃够用了，我还买了点虾皮儿。再见。拜拜，送不得说上也不送。再见，再也不见。有事给我打电话。不打，没有交话费。我给你交。没有手机。手机没有拉倒。再见。出发了。其实能看得出来啊，胖丫现在比较依赖我，就是说毕竟一起走了一个月了，好像刚刚都哭鼻子了，但是我没走也不好意思哭吧。但是老在一个地方，我和他们不一样啊，人家是直播，现在我最后一年我没办法直播，我直播那也不行，别的平台还播不了，我还不如出去自己好好走走，拍拍视频呢，我自己心情也好一些，然后附近先转一圈。我也告诉胖丫了，我说如果说你在漠河觉着不行，或者是在漠河你自己一个人觉着还是困难，你可以选择去跟河，去和他们那些主播一起，毕竟那边热度高一些，或者是去直接去找我也行。哎呀，也不知道这是这次组队的一个结束，或者是这是组队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小插曲吧。反正我现在和胖丫分开了，胖丫自己独立了。原本也是说过要啥的，说过这个要自己一个人走的，结果每次出来都阴差阳错的就又组上队了。然后这次又自己一个人出来走了，你说一起走这么长时间，也说不好这个是开心呢还是怎么着，反正这个心里边也有点酸酸的，你感觉哎呀，毕竟人是感情有感情的动物，这个毕竟在一块儿走这么长时间，
心里还是有点不落忍。我觉得我戴那个帽子特别丑，那帽子哪天堆雪人就要给雪人戴上吧。然后朋友们，我的车出了点小问题，你们注意看啊，现在是跑到了一过80的时候，车开始抖。你看车里东西啊，马上。车里抖得厉害，看着了吗？这么抖。我得停车检查一下，看一下是什么原因。我停到哪边宽敞地方吧，这边路，反正路边也能停。我怀疑是之前换那个雪地胎的时候，是不是东平衡没给我做好啊？但是不能差这么多呀。而且之前我去那个北极岛，还有那个兴安镇的时候，也没有这么抖啊。往前看看吧，把那个听我说话能听出来。开到100左右，是车都抖得厉害。看一看吧，我估计是轮胎里边应该有东西。果不其然，朋友们，这边好多冰啊。里边好多冰，看这个冰，哎，找个东西，找个树枝吧，往里边去找个树枝，整个棍儿把它捅一下。妈，好多冰啊！难怪抖这么厉害，哎呦，我天，难怪抖这么厉害，我就说。你跑起来看，底下那块冰捅掉了，这么大块。好，这边看有没有？这边也有啊，看这大块，哦，掉了。难怪他会抖那么厉害。哎呦我的妈！听着响了吗？那么大块冰，它在里边肯定会偏心呐。我掉那大块冰，全掉了。前面看有没有？跑一会儿吧。后轮那个都跑热了就掉了，前轮估计跑一会儿跑热了也能掉。多跑一会儿吧，这棍留着一会儿捅雪。其实知道啥问题就好办了，现在就没事了。把这个后边的冰扣掉之后，车就不抖了。但是现在前轮的冰还没掉，等把前面的冰的跑热了也扣掉了之后，估计就完全好。前方路段限速80。远处好像有个管护站，天黑了，能不能给管护站那跟他借住一宿？路在哪儿没看着啊？前面好像有路，去看看问一下。这边路好像在前面呢，只能过去了，只能下来吧。这好像没有路啊。路在这儿呢，搁这儿下去。我不知道我这么突兀的进去，
会不会啥，跟他说一声吧。站在这儿门口停一晚上，如果能让咱进屋就更好了。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大哥。哎，我是自驾游的，我太黑了，我不想走，停你这儿停一宿行吗？听说你，那你住哪儿啊？我住车里啊。你就住车里啊？啊，车里不冷。那行，你住着吧。啊，行，谢谢啊。啊，您就自己在这儿啊？啊，我这没地方住，就住留一点住了。啊，不用，我在车里边睡。啊，行。啊，我因为路边停车有点危险，我说。你往那边30公里就是盘古，就有旅店了的。我没有，我要不我也住车里边，在哪儿都住车，我车里边拆暖。电褥子什么都有。哇，这边雪好厚啊，停大雪地里了，今天晚上就在这儿睡了。这是一个管护站，不过他这没有地方睡，要不我也没准备上屋睡去，停在这边上就行，得做点吃的晚上。我说我要做饭，大哥说你拿过来我给你煮一下得了，拿他的摊屋里边用他那个气罐煮一下方便，我就不用支帐篷了。哎呦，我就别进去了，我不进去了，都是我不进去了。你坐着等着，要不你咋吃啊？我去拿个锅，我有的锅，你煮完了就。我有大勺。有大勺，你帮我煮一下，完我拿我的锅一蒸着了，你这就太干净了。我给你捞里头就行了。啊，对，我不进去了。行，你这完了还得拖地麻烦。我煮好了喊你啊。行，我拿个锅，好。真好，要不我还得自己生下火。直接没事，连汤带水都给我一行。哦，这连汤带水的。啊，行。我能喝点汤。你这个锅挺好。这就是旅行锅，我再给你拿暖壶啊。我有壶，那暖壶，我有暖壶。我这拿过来，我给你灌上。天天吃饭店，天天吃饭店，有多长时间没自己煮饭了？今天黑了，然后，大哥煮的饺子，这饺子吃挺香。饱了不好吃，饿了条命。现在刚不到8点，7:40，头一次这么早就上车准备休息。今天视频也没有拍完，然后明天得继续剪。今天也不用做视频，啥也不用干。现在室内温度是16度左右，这个位置，我拆暖开到最低档，然后睡觉我要把它关掉。睡起来还挺舒服，哎呀，挺好。我感觉挺好，早点睡觉，半夜冷了就把柴暖开一会儿，别把车里边菜啥冻坏就行了 ，OK 了。把这衣服搁上了，搁这边去，睡袋，准备休息，朋友们，明天见。